大家垫高，不要让它出力。嗯，像我们腰本来就有弧度嘛。嗯哼。然后等到那个，如果说你要用力把它顶回去，那就要出力，我就要垫一个角度把它垫出来。嗯。可是我现在是，这个不是我正常的角度，那你又把我垫高，反而是要强迫我要保持那个角度了。嗯哼。哦，所以我们人体的自然角度，你就维持那个自然角度，那它累的它就回去了。嗯哼。其实你现在垫高，我在用力，它就会缩得更紧。那、啊、你是不是要垫更高？嗯哼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可是等到它不累，它要回去的时候，就被卡住了、啊。嗯哼。啊。你说啊，他我帮他垫个东西让他省力，没有，他只是紧张在处理而已。嗯哼。啊，你就算帮他垫，你会觉得他会省力吗？嗯哼。他不会，他是紧张的在缩缩啊。嗯哼。所以你看他现在又在紧张，他又在抬了。嗯哼。啊、这个是会有点酸痛啊，如果不酸痛，完全没感觉，那肌肉就没放松了。嗯哼。所以这个就没办法，一定会有点酸痛。所以我就想说先稍微放一下，然后我脚做完再去做它上半身。哦，它这时候用力就让它用好了、嗯、然后等一下上半身我再给它放松就好了。嗯嗯，不然你现在把它放平啊，我只要下面一碰它立刻就收回来了。嗯嗯，那这样做白工啊，永远做不完。嗯嗯，它一紧张它就缩头了。嗯嗯，我就帮你录影，帮妈妈录影，这样。跟他安抚一下，妈妈，妈妈，大哥说他要回来了耶。嗯，妈妈，你爹讲要翻嚟啦咧，啊，佢要翻嚟睇你啦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你听我讲，妈妈，你爹学生翻嚟讲佢要翻嚟咯，要翻嚟睇你咯，哦。差不多一月就会回来，一月就会翻来，哦，好唔好？你都要来睇你，哦，好唔好？你怕唔怕？你怕唔怕？哦，你都要来翻来睇你咯，哦。